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ven 的卡子，三分钟欺诈穷卷，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。Yes， 今天我用这个美国的 Oster 优解欺诈烤箱做穷卷哦。它是虽然名字上面有欺诈这个两个字，但是它一点都没有骗你。好，然后今天我用它的欺诈的功能做穷卷，春天。卷起来就春卷，那我要开始做耶、yeah! 我先做春卷的里面，所以这个是春天，那它是直角肉，所以不太需要放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顺便放姜末或是蒜末也很适合。 OK， 差不多有手的话要放食材好入口的大小都好的，然后一起炒一炒。今天我用 Oster 的油解欺诈烤箱，用它的话真的很方便，不太需要准备油。我一直觉得一般的欺诈锅有一点小，做大量的料理的时候欺诈锅的容量不够，但是欺诈烤箱是有22公升的大小，差不多一只鸡可以完全放进去，所以今天一次可以做很多的春卷，让便当菜聚会的时候的菜都很适合。如果你有空的时候想吃春卷卷的话，你也可以做看看。菜叶差不多熟了，要放调味料哦。然后放太白粉雪，有出来粘度的话就好了。OK， 现在这个有一点烫，所以先要放凉。OK， 那开始春卷包起来。这里太白粉雪或是面粉，然后这样包起来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那开始要炸，所以先喷油。要转205，时间是15分钟。OK。哦耶，很美的卷卷。春を巻くと書いて春巻き、私の春もこの中にあります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ん、因为这个是欺诈的功能做的，所以没有油腻，因为当便当菜非常适合。如果你在考虑要不要买欺诈锅的话，真的这个 Oster 的优解欺诈烤箱我非常推荐，而且也可以用烤箱的功能，这个真的很好。那今天到这里，拜拜。